还想有改变呢，首先呢，要从城市的规划，要从呢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开始啊。哇，这是个大工程，我们有活干了。乔主任，您可是为咱们临江的老百姓谋福了。说你们两个人高兴什么呀？啊，旧城改造，改造的是老百姓的生活，不是要改造你们两个人身上的腰包啊。乔主任，看您说的，哪能啊。李国驹啊，我今天呢来赴你这个约啊，这并不是说我打算跟你们同流合污了啊。你还有王先进，你们两个人的问题很大。没那么严重。是，我知道啊，你呢帮过我一些忙，但是呢不要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就以为你可以跟我称兄道弟了，就不要以为啊我可以跟你们一块贪污腐化。那呢，不敢。乔主任，我们这怎么能贪污腐化？对呀、啊，是吧？不会，这还不叫腐化呀？啊，你自己看看，这他娘的是什么地方啊？这么奢侈啊，这么优雅，我问你们，钱哪儿来的？能说清楚吗？哎呀，乔主任，这李行长家里有家产呀。再说了，他花了钱大部分都是他自己的，而且这个宅子不是他的，是临江富豪留下来的。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我们让他停下来。去，我不需要知道你们是什么事情啊，我没兴趣。但是我要告诉两位，清清白白做官，踏踏实实做人啊，党纪国法，容不得你们这样胡作非为。是。嗯，我承认呢，在你们两个人的任用问题上啊，想的不够周到。所以今天我来呢，就是要告诉你们啊，你们过去做的什么我不管，这一篇呢算翻过去了，既往不咎。但是以后啊，好自为之，好好做人。是。姑娘，你看看咱这个临江多美啊！啊，以前你跟我说呀，说了很多很多话，我都没放在心上。可是现在呀，我突然觉得这些话都非常有道理。姑娘，读过私塾的呀，就是比我强，就是比我这个土疙瘩强。比我有见识，我这心里头啊，有很多很多话想跟你说。很多很多，留着吧，留着等你醒了，醒了我好好跟你说，那个时候不准嫌我唠叨啊。我找了你半天，原来你们在这儿呢。我联系了一位省城的心脑血管专家，最迟呢明天就到，让他帮嫂子看一看到底问题在哪儿。明天不行，明天我们就走了。
明天就做。我已经知道上级的决定了。谁告诉你的？这不重要，该知道的早晚会知道。我认为上级的决定啊是英明的，我是应该好好学习学习了。我也在想，沈阳的这个医疗条件肯定比咱们林家好啊，兴许能把你嫂子的病啊给治好了。突然离开林家，心里不舒服啊？嘿，有啥不舒服啊？哼，经历这么多，我总该成熟一些吧。自从进城啊，我确实犯了很多的错误，拖了林江不少的后腿，这一点我真是对不起你。兄弟之间不说客气话，但说真的，我确实留下了一个乱七八糟排山倒海的这个南市区，我走之后你身上的担子肯定比以前更大了。老马，说实在的，我们呢确实有错误，但是也有诚意啊，不能一棒子打死，对吧？这个南市区的新农村计划的推展，这责任也不能全在你。要如果说有错误的话，那我也有份儿。原来啊，我老以为你是经管会的一把手，所以什么事儿呢都往你身上推。那现在呢，你要走了，真说有什么事儿，还真没地儿去推了。你是对的，我跟你讲，管理城市还得是你这样的人来做。我呢，我是应该好好总结总结我自己。正好啊，我又想学习，这是个机会，多好啊！这次是真心想学。我当然想学了。阿亮，林江就交给你了。娘，这次去沈阳可就辛苦您一个人了。那边呢是嫂子，这边呢是还没有满月的孩子，就辛苦您了。这样吧，等这几个月我忙过去以后，得空了我就去沈阳去看你。你们俩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，抓紧时间再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出来，我回来帮你们带。嗯，对。马大哥，嫂子要什么需要你就给我打电话，我随时都可以过去啊。哎，照顾好我兄弟啊，上车去。哭上了，这得出息。臭小子，没见你的时候真想臭骂你，见到你还真没词儿了。以后啊，跟着乔主任好好学做事，好好学做人，争口气。乔主任，乔主任啊，马主任是不是走了？对，刚走。是刚从家里出发呢，还是火车已经开了？我刚把他送到火车。哎呀，马主任也不通知一声，说走就走了。你看，我们军管会也没给他开一个欢送会。这是老马同志自己的意见，他呢是出去上学去了。我作为代表去送送就可以了。同事这么久啊，你没好好的跟老马说句告别的话。老秦啊，看来你还挺伤感的啊。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，老马同志是到外面上学去了，又不是说不回来了。乔主任，
今天正好有一个财政系统基层干部的通气会，王先进主持的，他想邀请您出席一下，随便说两句。财政系统的会议我就不去参加了吧，啊，有先进同志主持就可以了，哎，我就不去了。小准，今天毕竟啊是您正式主持临江工作的第一天，我觉得这个机会挺好，你让大家再重新认识一下。重新认识一下？临江城就这么大，还有人不认识我呀？以前的乔主任大家当然认识，可是现在呀，临江是你说了算，这样的乔主任大家可没见过。欢迎乔主任。就你一个人啊？对，就一个。今天不是全体股东会吗？接受奋斗通知，碰头会取消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保密局临江站再也没有这种大范围的会要开了。为什么？又怎么了？七天之内，雷阿贵死了，李健和两个手下死了，连郭淑芬也被救走了，可我们连对手的一点线索都没有。真他娘的，铁手确实是怕了。他跟我说，现在我们要学习当年共党地下党的工作经验，所有组织成员全部单线联系，这样一旦有损失也不至于全线崩溃。单线联系？那铁手呢？他不是应该直接指挥我们几个吗？铁手已经换了身份，重新潜伏起来，目前只有我一个人能联系到他。只有你一个人能联系他？我就知道，他还是不相信我。他现在何止是不信你呀，除了我，他谁也不信了。那我的单线联系人就是你老何了。没错，谁让咱们是兄弟呢？难为你是这么形容我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您懂惭愧，别说这么肉麻的啊。来来来，坐坐坐，我跟你说啊，后面相对简单。铁手说现在已经过了在跟共党硬拼搞大规模破坏的时代了，今后我们的工作重点要放在拉拢和腐化共产干部之上，搞细水长流，建立长期的反共策略。这里面最关键的是要让共党的政治统治系统从内部自己垮掉。如果这项工作能够成功，那要比搞多少次粮荒都更有成效。这么高，这么高岂不是太不英雄了？你听我说，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再这样躲躲藏藏，我们应该把所有的炸弹全都引爆，把这个混蛋临江给毁了，然后怎么远走高飞，这样岂不是痛快？小林，啊，你怎么越来越不成熟了？引爆炸弹一定是我们最后鱼死网破才会使用的力量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么忙就不用来了，亚楠在就行了。没事，爸。爸，您都收拾好了？还有一些东西，几个战士在帮我办呢。走吧，走吧。哎，爸，你等一下。我和亚楠啊，有两句话要说。啊，哎，好，那你们先聊吧。进去，爸爸。叶老板，
你回去以后多注意身体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这么严肃？说话。爸爸今天不能出院。不能出院？为什么呀？哎呀，人家监狱局的领导都通知我们了，说爸爸可以出院回家了。就是因为监狱局那边出问题了。怎么了？亚楠，这不是正规程序啊。爸爸现在是坚持治疗，按常理说应该是刑满以后才能出院，现在还差一个月，无论如何不能出去。监狱局那几个同志知道我在临江主事，背着我把岳父给放出来了，这不是正规程序，他们是为了讨好我，你知道吗？这样，哎呀，那他们肯定是好心吧？好心个屁！他们是在利用手中的权力贿赂我，这是典型的权力交换。阿良，爸爸能出来总是好事儿，你说对不对？反正又不是你主动要求他们这么做的，那顶多将来他们找你办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不答应他们就好了。你说的挺轻巧啊，啊！如果我开了这个口子，以后就甭想再关上了。监狱局那几个同志，我已经批评过了，该处分的已经处分过了。总之，爸爸的出院通知无效。说什么？出院通知无效？让他再回去啊？目前看只能这样了。季鸿成，你疯了吧你？爸爸都已经出来了，你让他回去？那通知无效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呀？你非折腾他，空欢喜一场，你高兴是吧？那是那几个人背着我干的这事儿，我哪知道啊？你告诉我了，我才知道的。小梁，你不是不了解爸爸，他多要面子呀！你跟他那么高兴要出来了，你现在告诉他不行，你还得回去关着，他多伤心啊！亚楠，你的心情呢，我是绝对可以理解的，但是也请你理解理解我。你想想看，我现在在临江啊，刚刚主事，那么多眼睛都盯着我呢，有多少人呢想找机会把我拉下水？如果我不保持清醒的话，我很有可能因为一点点闪失就会进地狱的，你懂不懂啊？我不懂，反正我就是知道你不能伤害爸爸。我再说一遍，今天爸爸不能出院。那行，那你去告诉他，你告诉他说你不能出院，你得回去关着，而且你要告诉他理由，说是不能因为耽误了你的前途，你告诉他去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这些日子照顾我父亲，恐怕以后你们还得照顾了。爸，有个情况可能您不太了解，那我就长话短说。总之呢，您今天不能出去，因为这个程序不正规。我送您回去，对不住了。觉得您还是搬过去吧，马主任那个房间大，而且啊，本来就是为一把手配置的，您现在已经主持工作了，搬过去理所当然的。不用折腾了，这个办公室我已经习惯了，搬来搬去多麻烦啊，什么大小的我不在乎这个啊。乔主任，马主任暂时回不来，就算回来了也不可能再恢复原职了。这么说吧，乔主任，现在啊，不只是一间办公室的问题，是给军管会一个强烈的信号，你乔梁主政能时刻到来了，这是一种政治姿态，这种姿态对你以后的工作很重要。
什么姿态不姿态的？老秦，我告诉你啊，甭整那些虚的，把工作做好了是关键啊。行，小准，还是您的觉悟高啊。喂，哎，爸，有事吗？好，我接个电话。好。怎么了，爸？啊，对，我是挪用了3000块钱，因为事情紧急，所以呢就没来得及跟您说呢。是是是，我确实不太谨慎，但确实有紧急的事情需要我能做。什么？您出院之前这3000块钱我就要还了？爸，您听我说，我现在真的凑不出这3000块钱，您给我点时间好不好？容我点时间。哎，爸，您听我解释。爸，田秘书，你把王先生给我找来，越快越好。哟，先生，您几位啊？我找人。您请。东西带来了。这里只是我保管的一部分地图，其他的你还要再找。钱和船票全在里面，船票是去福州的，到了会有人把你抓来。林队长，我还是很奇怪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背着铁手花大价钱买这份账单这么多？哈，我早就不满意铁手的路线跟方法了。保密局临江站如果再这么压抑下去，迟早会被共党一点一点吃掉。所以我一定要自己拿到这份爆炸物分布图，把临江一局毁掉。这些事儿，我是为了党国的荣誉而做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林队长，您对党国的忠诚，老赵我自愧不如啊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等会儿，老赵，我想我们以后可能见不着了，你陪我再多喝几杯。不喝了，真不喝了。林队长，咱们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啊！等会儿，林队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到这时候了，就别装糊涂了。听着。我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，要装的没事一样。你要是敢轻举妄动，我已经不想活了，你还想活，对吗？是，我想活，我想活。周围的人是谁的？共党的还是铁手的？共党的。你什么时候投诚的？就几天前。你来找我商量要买这份地图之后，我就被抓了。我真的是想再多活几年，所以就把你给找出去。共党为什么对我这么感兴趣？铁手套牢了，我又不知道他的下落，能供出去的高官就只有你一个。再说了，那共产党就认定你就是绑架郭淑芬的元凶，所以对能抓到你，兴趣也确实挺大的。那这么说，这份地图我不用看了，
不需要干了。其实说实话，像我们这种人哪里有什么地图啊，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这炸弹分布图它到底在哪儿。你这儿难道一点线索都没有吗？真不知道。你要是不说的话，现在就开枪。我说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，不过上个月我看见铁手跟一个我们都不太熟悉的人见面，两个人秘密谈话，说的里边好像就有炸弹的事儿。那人是谁？这我可真不认识，不过他在掏烟的时候叫了一张工作卡，我也只看了一个大概，好像是姓庞，是个图书管理员。科长，别过来，这个人知道铁手的下落，他死了得不到任何情报。林东，我警告你别乱来，出去都给我滚出去。要把我都开掉了，老手当同归于尽。别开枪。林东，你别乱来，我们出去走。你们俩留下。张主任，都怪我们没有处理好。里边是小龙吗？是的，被挟持的人叫赵网友，是刚投诚的一个同志，对我们很重要，所以同志们都投鼠忌器不敢行动，就这么一直僵持着。有条件吗？没有任何条件。没条件？这么长时间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，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。小主任，别过去，危险。小杜，我是你哥，我想进去跟你聊两句。哥，你进来我一定会开枪。阿栋，别再执迷不悟了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但你那个所谓的信仰已经把你们给抛弃了，快出来吧。现在还回不去，哥，你躲远一点，这个酒馆就要烧起来了。你说什么？这儿就要爆炸了，快拖车。清楚了，林东让伙计穿上自己的衣服，把他和赵网友
拴在一起，逼着他们从屋子里边冲出来，扰乱了咱们的注意力，林东才能趁机逃跑。咱们要不要通缉林东？林东很可能是解决特务的关键任务。全程通缉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乔主任得帮我们解决照片的问题。什么照片？林东是你弟弟，只有你那儿有他的照片。我可以提供照片，但是我手头有的照片只有小时候的照片，和现在估计差距很远。还是找刑侦部门吧，让他们画像。是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暂时还没有他的消息，不过共党肯定没有抓到他。他是去见赵光友出的事儿，可是赵光友已经叛变了。他去找赵光友，他想干什么？现在还不知道，不过这事儿应该不难查出来。共产党对他的态度，我看也不像是假的，该打就打，该杀就杀。哎呀，这个林东，我现在越来越琢磨不透他。我也感觉越来越看不透这个人了。你比以前成熟了。多谢站长鼓励，只是越来越感觉到肩头的责任重大，不敢再贸然轻信了。这就对了。顾小三最近怎么样了？乔梁把顾小三安排到王先进的财政局做了办事员，可王先进一心只想着巴结乔梁，没怎么把失去靠山的顾小三放在眼里。咱们在顾小三身上花了太多的心血，这个人绝不能就这么浪费了。想想办法，帮帮他。好。那个王先进也是个爱钱的人，我让顾小三送份厚礼给他，不怕他不下水。能拉一个财政局长，那当然是更好。顾小三现在的情况，包括他在做什么，这些事儿都不要让林东知道。明白。这两个人我会彻底分开联络。心情不好，肯定在生气啊，生我的气。今天你爸给我打电话了，就要我赶快把他那3000块钱还给他。哎，你爸为什么这么着急要这钱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爸爸的事情他从来不会告诉我，再说了，他也不会听我劝的。你还会劝你爸呀？
乔良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觉着是我鼓动爸爸管你要钱的，是不是？除了钱，你还会在意什么呀？你怎么这么看我呀？叫我看呀，这事儿弄成这样，是你的自尊心在作怪。当初要用我们自己的钱，会惹这么多麻烦吗？你放心，杨丹。之前呢，我没有用过你们叶家一分钱，以后我也不会用你们家一分钱。你爸的3000块钱，我一定会还给他，在他出院之前，一定。还？你拿什么还呀？5000块钱，这块地的主人要离开林家，这不就找到我了吗？而且我听到消息，乔主任和叶老板正在计划开发西柳区，建设新林家。到时候这块地政府肯定要收嘛，到时候您随便一转手，就可以获得好几倍的收入。开发西柳区的事儿我知道，的确是笔好买卖。不过我是国家干部。你说我私下买块地，然后再转手卖给国家，这妥吗？啊，哎呀，王局长，没事儿啊，这块地可以落在你家人的名下。这样，这件事情我来帮您办，我保证把这块地卖得天衣无缝。我觉得还是不合适。王局长，我跟你实话说吧，我现在是没钱。我要是有钱，我一定自己把这块地给买下来。不过咱们不都是自己人吗？我现在又在您手下工作，而且我知道，您最近和乔主任走得很近。以后您说话，这不是和乔主任说话一样吗？我为您办事儿，跟为我自己办事儿，不是差不多了吗？小顾啊，你的政治嗅觉还是很敏感的嘛。不过，哎呀，最近怎么，王局长最近有些困难？你也知道，以前我跟乔主任的关系走得比较近，啊，最近怎么乔主任有意的疏远我？哎，什么事都不找我。就打比方说啊，前几天田秘书让我去他办公室，啊，我满心欢喜的到了军管会，可在门口，田秘书把我挡住了。说他有急事不见我。哎呀，小郭啊，最近你跟乔主任走得比较近，哎，你帮我打听一下，他是不是最近要换财政局局长啊？如果有这消息，提前告诉我，我心里有个准备。哎，至于说这块地嘛，我有心买下，可没法享受啊。王局长。我看你是多虑了，军管会那边，我可没听说乔主任要动你这个位置。再说了，乔主任现在刚当上一把手，他在大家心目当中树立一个清正廉洁的形象，所以说疏远你，这也是很正常的嘛。小顾，你说的有道理。我觉得乔主任即使疏远你，可是你自己不能放弃。多替上级领导想想，这样子才能够和领导走得更近嘛。嗯，照这么说，我还得更加努力才是。那这块地啊，这块地就交给你出人了啊，谢谢了。那行。
千金，就是想跟你聊聊。我呢，有一个东西想卖掉，你能帮我这个忙吗？见面再说。那你说吧，选个地方，在哪儿见？漫漫路上的纯真情怀，染成了满天飘落的尘埃。是谁在无尽的徘徊，迷失了，再也回不来。怀念京城的英雄风采，激情伴随信念的年代，回忆泯灭在茫茫沧海，灵魂留下来。城市曾为我们喝彩，人潮曾让我们期待，坚定而澎湃的爱，藏在心中，刻骨入怀。城市曾为曾让我们期待，坚定而澎湃的爱，远方如风，终成永在。